咯，近咯，但系今次因为落咗班啊，又出到一场跑千二米，美丽欢呼，热门嚟嗰三倍，佢跑过四次，0.25上名率未 win 过，跑个八档。潘顿上次第四前次十三近绩就唔错嘅，二号各取所需，上次第十前次第七跑个七次有0.28上命率又系未 win 过嘅，咁佢嘅上命率同一号一样，但系而家呢个十几倍，一号就几倍。其实二号同一号都差不多，或者是一号的近绩比较好少少咁嘅啫，上命率都是差不多，又未 win 过嘅两只都差咁远嘅，真系。希威森系咪？希威森嘅骑师又胜出率又差少少，健康美丽八倍，健康美丽咧就几好啊，健康美丽。跑过十二次有0.08的取胜率和0.16的上名，即是赢过了，起码都是吧，胜出率就不高，上次第八前次第六，中游分子即是以近期赛绩来讲，但起码都赢过。加四号仔影住向上游，上次第六前次第十，即是不输得不远，上次第六，但是就跑三次，三次都落地的，即是四号仔略有进展，上一次跑得五号吉利大胜，近绩不错，上次第四前次第七，初跑此程，即是近绩就比这个赛绩好，赛绩不是几好 的原因就是初跑此程，但是吉利大胜是四七三四五五咁，即是连六次出赛有五次是在前五名回来的。六号仔创福威杨明伦七档，起码跑四次，未上个名喎。上次第九，前次十二，六次赛绩嚟讲有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有四次系十名以外。我谂佢而家呢只马都系唔够分数啊，佢就。七号仔七倍，神朗感觉啦，呢只马就曾经系大热门啊，曾经佢咧就系连跑三次第四，四四四二三十咁样，佢只马跑过两次，包括女最叻跑第四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四，咁啊近绩就唔错噶，真系陈家熙减磅啊，就好似。即機會又高了，即係比上一次嚟講，電信飛彈十幾倍，電信飛彈上次第七，前次第二，六次賽程當中有一次第二啫。咁啊，好攻勢，跑過一次就未上個名啊。九号仔就是永保区上次第八前次十三，比较后嗰啲就马雅琪十一档，三次出赛就三次落地，好似未得住嗰啲只马。哇！啲 Jenny 姐着紫色衫，十号。好攻勢，好攻勢近績不錯，上次第五前次第二，
何泽耀其实排咗十二档，咁啊跑过一次一次落地，十几倍，即系都抵埋嘅呢啲啊，好攻势，起码前次第二先啦，上次第五。十一号仔莫雷拉，莫雷拉今日有两只马退出喎。十一号合金之星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八，咁上次都几好，跑第四，跑个十次就有零点三上名，零点一取胜，起码都赢过啊，系咪？赢过嘅马有电信飞弹啊嗰啲咁啦，系咪？電信飛彈啊，合金之星啊，呢啲咁嘅。平山新星近期啊幾好啊，平山新星係咪三二一九三三咁六次賽事，五次係前三名嘅，咁即係好穩健咧啫嘛。跑過八次有零點五上名，係未 win 過啫。本路程係嘛？六次喎，六次出賽，五次有位置。兩次入 Q 咁都幾好嘅平山新星，全中就上次第四前次第三，其實呢只馬近績唔錯，真係跑過三次有零點三三上名未 win 過啫。潘明輝排過第五檔，近績嚟講呢個十三號係幾好噶啦喺呢度。十三号全中田泰安，仲有只挺秀精神十四号未睇，田泰安十四号，上次第八，前次第九，咁就跑过四次，就未上个名嘅本路程啊，拍晒啦喎。我自己嘅形勢咧就咁樣，八號、十一號、三號就三隻馬贏過嘅。咁但係有一啲八號啊，都喺呢個 A 三嘅。上名比較好嘅就係十二、十三、八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八、十一比較好啲。咁啊，近績就係十二、十三、十號、七號咁樣。啊！睇下啲電算機先，我關注緊咩啊？我關注緊只七號啊，一號啊，七號、一號、十一號呢啲咁啊。即係一號雖然係即係上個名啊，但係就係比較上名率比較厚少少。咁但系咧，騎師就係潘頓啦，即係好啲啦，即係我覺得好啲嘅啫。我揀一號、七號。七號我上次買咗嘅，有啲阻滯咁啊，變咗換咗陳家熙減五磅咁啊，即係想點啫，係咪？即係十一號嘅近績就差少少，其實都幾好嘅。十一號起碼都贏過係咪？八號、十一號、三號啲贏過。主持就一膽胎二三。七八十一有一有七啦，都起碼都而家影住呢只十一，即莫雷拉呢只都好多人關注嘅呢只，幾好嘅呢只都贏過啦，起碼都十一號仔有零點一取勝率，同只電信飛彈一樣，三號就零點零八取勝率，咁啊。七號、十一號係勝出得最高的，睇下 Jenny 揀乜嘢先。一間睇到就拍低佢先。
即系我呢啲片系长啲噶，即系如果有缘咁样入嚟睇到我条片咧，系长啲噶，即系唔好嘥时间啦。即系你想去睇啲最后赛跑嗰分零钟啊，嗰啲有好多，佢上马会个网站都随时睇到。我只系记录低我拣马嘅过程啊，咁样啊，即系将来又重睇翻啊，咁睇学唔学到嘢咁解啊。12号仔。平山新星，但系点解咁冷嘅？平山新星啊，跑6次有5次有位置，都好叻噶嘛，真系都唔好唔信啲飞啊！有条真系，而家1号我拣1号、7号，买多只就买11噶啦。Jenny 中意8号系啦，8号系一个取胜率有0.1啊嘛，8号有2只马。三隻馬贏過嘅，8號、11號、3號，咁佢就要揀只贏過嘅，係啊。8號、4號係咩？四號啊，冷門啲。四號未，4號係叫做向上游，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十係啦。上次好翻啲啊，第六、12就睇下先，12點解揀啊？12就穩健啦，平山新星係咪五次、6次中有5次有錢收？1号都好合理去拣啲马，但系咁多马唔拣得咁多啦，咪买1只2只算啦，系咪？你买得多咁啊，送张飞俾你睇，我中咗咁，但系嗰个赔率又唔系咁补得翻数咁样嘅，好多时候都而家入闸。隔晚大热咧就系1号，我睇《东方日报》啊。速势能量特张码系7号、8号、1号冇份，系咁啦。全中就少少扭计，16格咧，挺受精神哦，退出啦喎 ，win 嘅啫。个11号仔又退出，入闸嘅时候吭一吭咁样，即系卡住只马咁样。实力马嚟，嗰只仲落紧飞喎。主持推介就系23711啦。等埋呢只好攻势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大年初三头场赛事5班1200嘅短途赛，准备随时起步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咧，前面快闸嘅马咧，见到中间位置吉利大圣、神朗金刚啊，内栏咧仲有健康美丽啊，出边有一对噶，分别系全中啦，出边红衫黄帽仲系各取所需啦，马林中间美丽欢呼，咁啊大约跟住个6、7位向中档嗰匹啊，外边啊好攻势啊，后啲嘅马又向上游啦，尾5电讯飞弹，尾4出闸慢嘅，红衫嗰只系挺受精神啦，后边3只创福威啦、平山新星、内栏尾二暂时殿后系嗰只永保区嚟噶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咁。仔啦，神朗金刚就扣住江城占先1个身位嘅，全中就跟住第二啊，霸住内栏第3就吉利大胜啦，外边位置咧咁啊见到上咗少少咧就系嗰只各取所需啊，最出嗰边啊就美丽欢呼啦，马林中间揾紧位啊电讯飞弹啦，喘内栏嗰边追咧仲系向上游啊，马林后边仲有健康美丽噶，兜到嚟只有300多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仲系呢只神朗金刚啊，吉利大胜开始追佢啦，两个马中间响入边，粉红帽粉红袖啊健康美丽啊，外边追紧。上嚟嘅马咧，仲有呢只好攻势，大外档啊平山新星，最后100米到埋边，健康美丽已经透出咗稳赢呢场赛事啊，跑第二名嘅马要影相啊，外边系平山新星，系啦1号啦，系咪啊3号啊，3号嗰只叫咩啊？石赢出过嘅，曾经赢出过嘅呢只马，3号。咁啊，12号仔平山新星就系跑5次，跑6次，有5次有位置啊。咁啊，3号、4号，1号、7号就跑咗一段，但系后来冇力，都好合理嘅呢个赛果。3号仔，2、3、4名都要影相啦。第一名就系3号嘅健康美丽啦。睇翻赛事重播。
系啊，三个仔呢只马就赢得嘅。咁啊，呢只陈嘉熙又跑得好好啊，呢只啊，好过上一次啦，起码虽然佢啊攞唔到前四。咁啊，冇咗只十一号啊。咁啊，呢只陈嘉熙呢只叫神朗金光。转紧弯嘅时候咧，就带头转弯嘅。咁就全中就跟住第二。咁呢只马赢得嘅呢只马，呢只粉红色帽有点嗰啲吓。咁喺呢度都系前面挡实晒嘅，咁佢喺里边拣个二碟，咁啊冲上嚟。呢个叫做梁家俊啊，跑得好勇猛啊，真系只马真系啊！一路打住就右手边冲上嚟，找到个靓位咁就冲咗嚟啦，赢晒后边嗰扎马一个几马位。美丽叫做咩马？健康美丽，只美丽欢呼就冇咗。三号、十二号、四号，十二号就好多人都拣到嘅。十二号因为佢稳健啊嘛吓。有五百几蚊 Q 啊，都几好啊，真系。跑第三名咧，四号向上游啊，位置系六十二蚊，等第四名十号好攻势，连日三。